第一章其实最辛苦的，等于讲讨鬼心得。对。好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你放心了、哦，这摆鬼哈、哦，一泻千里，我也不会通过啰啰等于满面的情况，因为论说文毕竟是论说文啊。啊，我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先生了、哦、他论说文写得很好，可以中举的，可以第一名的啊、哦，古文八大家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抒情文，他的诗词歌赋啦，还有什么一大堆，哎，写的脍炙人口了啊！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哦。很多很棒的，所以我们第二章叫做抒情文，而且如果第一章有六七分钟，第二章大概三四分钟而已。告诉各位，抒情文就是最典型的 A B A 加一个扣打一个结尾的三段体，而且结构是这样啊，我看结构就好像我们医学学解剖，一定先学骨头啊，206块骨头喽，记得清清楚楚。然后接下来就有血、有肌肉、有神经、有灵魂就开始。对不对？曲子也是一样，我讲最简单的架构就是 A B A 加一个结尾。你看哦，而且它巧妙哦，前面的 A 跟后面的 A 会不会一样？一样就太乏味了。而且有三支彩笔让你画图，你看这里这么多画，又不是只有素描，三支彩笔让你画图，它怎么利用巧妙的排列组合，就可以营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景色跟色彩出来，这才是高招的地方。比如说 A 一开始，我告诉各位啊，很简单，没有三个一起出来，钢琴巧妙轻轻的伴奏，看小提琴表演。而且我告诉各位啊，我们音乐跟讲话一样，我们作文讲了一段逗点，再讲一段句点啊，我们很容易就标点符号句点。告诉你，音乐一样，文章有文句啊，乐曲有乐句，什么句子？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比一就是前句，比二就是后句，就是前句出来，它还意犹未尽，它还稍微再转折一下，第二遍还会出来，就前后的感觉。前句逗点一下，再拉一段，就变成一个句点，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。而且，但是这一段的 A 就很美了啊、哦！你看啊、哦，可是美则美矣，但是只是我把它形容了啊。前面这段 A 就是他们，读小明女中的时候的清纯的模样啊、哦！你看他们读小明女中清纯的模样。来看他们两个表演，叫他先在旁边先等着看他们两个啊、初中一年级的清纯的模样，来。前句。前进后去，这样才会比较完整啊。可是你从头到尾只看到钢琴啊，轻轻的伴奏，主要是他在表演。好，那你看，好，这回哦，变到第二边的 A 哈、哦，就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。那刚结婚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啊。好看啊、哦，你看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哎，就开始不一样了，就开始风姿绰约就出来了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啊、哦。刚刚的，我跟你讲，比较很重要。你如果当老师，音乐比较很重要。我如果这样深入，你才有办法了解它前后的美在哪里。前面清纯的样子，再来第二遍的 A， 其实是旋律是一样的哦。不过你看它的排列组合就不一样了、哦。哇，第二遍的 A 出来哈、哦，它一拉的时候，钢琴不是啊那刚刚啊等等，它一个从头到尾一个很华丽的音型，从头到尾把它。贯穿到底，然后完之后，这回大提琴再也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什么？怎么可以只有让他表演呢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清纯的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他这个完之后，他马上看大提琴，把这个旋律又出来。这个时候小提琴哈、啊，就自然退居第二线的衬托。所以告诉各位啊，西洋音乐里面的精神啊，很棒，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当主角，你随时可以当配角。互相扶持，互相呼应。你知道说 BMW 跟奔驰为什么伟大？因为他们从来不批评对方，从来能当欧乐的。哦，哇，你真赞啊，你嘛袂歹啦，阿爸啦，互相推辞，互相那个什么，互相加持啊，互相烘托成最高的境界。哦，你麦当劳吃久了，去吃肯德基也都不错啊。哦，麦当劳讲等于喝讲，
所以我告诉你啊，这段很精彩啊，这是我花钱我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西贝流斯就是这样的精神在作曲，所以整个作曲都是这种色彩的缤纷。你看啊，第二遍的时候的 A 啊，小提琴演奏的时候，钢琴的那个华丽的那个伴奏的音型，那没多久，你看大提琴怎么出来呢？小提琴又怎么用华丽的音型把它衬托？好，好漂亮的旋律，来。拍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色彩更多彩多姿？可是最后一个结尾才是更好。我看结尾文章结尾很重要，结尾写得好，那等于鹅肉哦。结尾写得不好，人家的评语就是啊，狗尾怎样？哎呀，狗尾续貂啊，这整个都被他坏掉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完之后，它最后的结尾很简单，你可以看打的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一直带到打滴滴，一直到等一下啊，你马上接结尾，就知道啊，这个结尾原来是啊，一个很完整的把它结束的感觉，是音程大跳到高音的感觉。来看结尾。是不是这样结束了？好好来，来赶快再复习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请大家拍手，说我会动作的，放心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赶快再复习一下。这三四分钟而已，而且第一个以什么取胜？以抒情取胜，以抒情，以这个弦乐器的绝美的拉弦。但是它刚开始，就算它清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很美，对不对？啊。哎，就是这样，第一遍出来你就很美，可是第二遍出来的时候，哇，色彩又不一样，最后打滴滴的哦，这做个结尾，多么的巧妙！好，再来哈、哦，不困难的哈、哦，这是什么 ？A A 啦，这是什么 ？A A A 结尾啦哈、哦，我用这样结打滴结尾，我会用这样比啦哈、哦，可是结尾我会提醒大家是一个高音拉上去结尾。所以 A B A 结尾就结束了，这样是不是更简单？啊，可是更简单里面有没有单调？不单调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第二乐章。